我要逛顶好，现在时间是大概中午的12:30。今天早上没有录什么东西啦，因为今天早上最主要我拍了一支商案，所以我就自己到工作室。那今天因为又是礼拜六，他们就比较晚起来，那我9:00多其实我就开始拍了。哦，这间顶好好久没来了，我没有要买什么，因为我刚才经过黑庄牛肉面，我买了一个汤。然后还买了一个小碗的牛肉面，然后还有这个饼干是古娃娃寄来的，晚点再开箱跟各位分享。那为什么来这间顶好呢？因为这间顶好离我离我公司啊走路是比较近的，就是不用走这么远。好可爱哦，有那个小车子。你看，我小朋友在推那个小车，超可爱。可是我要买的东西不多了，因为我已经买了一个牛肉汤。然后我刚才打给新店蔡依林，他只有交代我说要买一个青江菜哦。可是我觉得还是拿一个小推车好了。你不要动。这样子好多了。其实有小孩的就会觉得说啊，这样其实也没有很吵。可是如果没有小孩的，可能就没办法体谅说啊，为什么他们小孩为什么都不自己管好？那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对错了。那就我就觉得是还好。青江菜这一包23块，前蔡依林就叫买，在特价买2包好了。买一包，我这样只剩100多块，不能买太多东西，好像啦，好像是剩200，看一下我口袋，因为我刚才是找包包，170块，剩170块，所以我买2包就已经花了46块，哦，所以我剩100块，我想要买冷冻的花椰菜就好了，今天就简单逛，看我们冷冻的花椰菜啊。因为其实我跟顶好真的很不熟，我没有看到冷冻的，有的话应该会在这里啊，这里有冷冻的毛豆，还有什么？好，没有冷冻的花椰菜，我看到有没有别的冷冻的区域，这感觉还不错哎，这个是冷冻的鱼是不是？冷冻的巴沙片。巴沙鱼片，总共这个感觉好像不错。哦，好，那就没有鲜奶也不用买，因为我身上钱也不够。那我再逛一圈有没有烫青菜？顶好真的就是太久没来逛了。这个是什么啊？麻油鸡。哦，这感觉是鸡腱还是什么的？好，逛一下，搞不好花椰菜有在正中间也不一定。这边是海鲜鱼，跟鱼肉跟肉片，然后这边是汤圆，这边是蛋饺，没有花椰菜。我真的很想偷懒买冷冻花椰菜，因为大家也知道，其实早上时间很赶，我真的不想要再削那些花椰菜。然后热狗先不要买好了，我看家里要不要买啊？先不要买，好，去找花椰菜。好，我在逛，这边还有冷冻食品啊。我应该是有我们带钱包，我确认一下，我身上的钱就剩这么多，可是搞不好我有带钱包。我看一下，如果我有带钱包，我也不确定顶好有没有刷卡。啊，我没带钱包，完蛋了！我钱包不在包包里，那我钱包在哪里？可是我有一张信用卡在手机上面。哦，好，反正就这样。如果真不能买单，就是把它放回来。我还有一张信用卡在
在现在这只 Note 10的背面。好，那我们再找找看花椰菜。什么花椰菜？我只知道找花椰菜。这边没有，哦，就水饺啊什么的。那这边是冷冻食品。冷冻食品，哎，这边有可能找到啦，龙凤。我上次是买那个，我看一下有什么品牌，多少钱？哦，这个是95块的花椰菜，是龙凤的。龙凤的花椰菜95块，产地是西班牙，重量是500公克。好，哦，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真鲜的，真鲜的包装看起来比较绿啊。那个是500公克，真鲜的是55块，那重量是250公克，所以真鲜的稍微贵一点哦，因为乘以二嘛，真鲜乘以二就110，所以一样的重量，真鲜的要110，可是龙凤的就是95。为什么带那么多钱呢？我真的不确定，我真的不确定他可不可以刷卡了，我一定是没带那么多钱。那买一个龙凤的好了，小时候也蛮常吃龙凤水饺的。然后它这边没有绿巨人的哦，就买一包这个。那我看还有什么可以买给小朋友吃。哦，反正都不够钱了。这边还有猪肉排啊什么，上次我在真鲜买。其实有时候冷冻食品有一些，我讲说，我上次有在全联买。其实冷冻食品有时候真的还蛮方便，然后我记得雅芳这个包子我们之前买过也还不错，好，可是不要买太多，我们家冰箱有限，就这样。我觉得如果再搬家，我一定要找一个可以放很大很大冰箱的地方。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家的冰箱啊，现在真的很容易满。然后逛一下最近，我今天应该不会买什么了，就买这三样，然后逛一下最近很流行的拌面。这边有蒸拌面，老妈的那个是那个阿玲，其实我蛮喜欢阿玲的，阿玲唱歌真的很好听。好，然后还有蒸拌面是一直卖最好的，我看还有谁，阿瑟，然后就这样，占最多版面的就是蒸拌面了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这边有泡面，好，就泡面，不知道买什么。最后我再拿几瓶可乐就好了，我想要喝就是零卡可乐。可乐在哪里啊？我昨天被仙差灵念说我喝奶酒速度喝太快，然后我觉得他念得很有道理，他说那个很甜，不要一直喝那么多，所以。因为我大概啦，前几天买了一瓶，然后我两天就喝完了，然后他就算给我停，所以我一天就喝了200多块的酒钱，所以我应该要少喝一点，所以买可乐。这边有啤酒，哦，它的啤酒种类没有很多。然后这个可口可乐零卡，拿一个好了，这个。哦，现在是闻到那个牛肉汤的味道，超级香的。我先放在这会掉吗？应该，我怕压到青菜。等一下，这样我怎么放？这样可能会掉，所以我应该要把这个拿上来。可是我那个又是牛肉汤，哦，真的是很不好拿。我先把牛肉汤拿上来。牛汤是热的，我还是挂在手上。那这个就这样吧。然后这个我也挂在手上。然后新年菜林有警告我，最近不要再买苏跑给阿优了，因为阿优真的太爱喝苏跑，没事就喝苏跑，哦，所以不能买。好了，我觉得我再走一下全那个顶好看一下，其实顶好也还好。不难逛欸，这间我好久没来，小时候都在逛这间。那这间其实我逛一下，小小逛一下零食区好了。
零食区在，我现在镜头会很晃，因为我手挂着东西。哦，零食看起来的确啦，没有像全联这么丰富，感觉上。好啦，是这样，肚子饿了。欸，看这边有些，这边就看起来就比较有一些日本的零食什么的。哦，我手好酸。欸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看起来就好想吃哦。这包装有吸引我，它是莓果子的元气化莓。哇，而且它这么大包就卖89，里面应该是小包装，好可爱。然后顶好的推真很烂，这声音超大声的，有够烂。好啦，就这样，我要结账了，拜拜。